新人堂，同仁堂开的本事老药铺，先生这个好笔圣手，自在王药王爷就在这个当中坐，识的名医，立眼两旁，先拜这个药王，后拜你，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，药王爷本姓孙，吉龙化虎手拟针，内科这个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医术高，32岁报唐朝，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，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，这个一针扎好了娘娘病，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，万岁爷一见龙心喜，一传旨将他放在当朝，封给他个文官他不要，封他个武将就把头摇，万般出在了无忌奈才亲自一件大黄袍，这一旁怒恼了哪一个，怒恼了惊雷老英豪，微臣我东挡西扎，南征北战，跨了轮边功劳大，为何果不似大黄袍，先生治好娘娘病，你亲赐一件大黄袍，我说着脑来倒着怒，手持钢鞭赶黄袍，这个一赶赶到了八里桥，这个药王爷他是要把刀捉下了，黄袍换红袍，黄袍供到了药王庙，这个黎民过姓，哎，江少您这个店铺有兰柜，您这个兰柜本是那3尺3寸3分3厘高，一边搁着压药，一边搁着这个炸药刀，炸药刀亮堂堂是各种草药，他来先尝，先炸这个牛黄鹤狗宝，后炸槟榔鱼麝香，丁香木香是姐俩，贝母冰片两大黄，桃仁陪着这个杏仁睡，二人躺在了沉香床，睡三更交白夜，胆大的木贼跳过了强盗，走了水银50两，这个金毛狗儿叫汪汪，有丁香木香去送信，人生就在做大堂，火是抄起干草棍，这个棍棍打在了陈皮上，他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，鲜血甩到了木瓜上，大红丸小红丸胖大哎，一溜圆，这个狗皮包有些风寒，有一天丸二日丸三圣丸四消丸五虎丸六神丸七神丸八宝丸九龙丸，还有那个十全大补丸，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，是唱到了明儿个唱不完，我唱的是祝大家身体健康福寿双全，好。